的夜花，夜花园，对，他就在那边驻唱，在高雄是红得不得了，真的是很红。接着我就听到有意难忘，还有我在你左右，都有他的歌，就到现在一直都很红。那我他现在感谢我，其实我也要感谢他。为什么？因为我结了婚之后我就在南部，然后我先生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我回到台北来，那我就搬到台北来。可是我搬到台北变成陌生人，很多人不认识我，可是每一代人经常给我机会，尽管我已经评审评分十几年了，都是每一代的关系。第一次他说季姐，尽管有评分你要不要过来，就是因为他带我到尽管去评分。所以你说恩情是他多还是我多呢？他对我比较多了。哪里哪里，我真的很感谢美代。还有在中山堂也是一样，你知道中山堂是美代在那边当老师，因为他有事情曾经请过假，也是要我代课。之后呢他一直推荐我在中山堂教唱歌，我也在中山堂教了一段时间，也是美代，我真的很感谢他。所以说你感谢我，我更感谢你，谢谢。其实我们家季姐不但歌唱得好，在歌坛上她跟我一样也是乖乖牌的，从来没有什么绯闻的，那歌又唱得好，所以这个作育人才应该是你来当嘛。所以呢 我很高兴今天你能够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我想因为你我才有今天，所以非常感谢你。那么今天呢你就帮我多唱两首歌，分担我一点点。本来这两首歌是我们两个合唱的，那因为美代，我今天下午来我吓一跳，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会不会是因为有压力？你说今天整场都是以美代为主，所以他今天这样样子，我真的心疼得要死。可是还好，不过他表现得非常好，因为他给他的笑脸给人家很温馨，同时他的热情也给他很给人家感觉到很心疼，所以大家都爱你，是不是？谢谢季姐。其实刚刚他们进场的时候我都过滤掉了，都没有带鸡蛋来，对不对？季姐好，我们还是来欣赏你的歌。对对对，本来这三人歌我们要唱，现在变成我要唱，我自己一个人唱。好，这也是你的歌啊。虽然我也有录蓝色的忧郁，对，蓝色的忧郁。那我先 好，我先唱一首闽南语。对对对，我来唱一首闽南语歌好不好？因为美代已经跟我讲说是双声带哈，我来唱一首我哪怕亏心内的汤。谢谢谢谢姐姐，谢谢。OK。虽然当天路也开
首歌，这首歌呢是我灌的唱片《蓝色的忧郁》，请各位多指教，谢谢。
谢谢谢。OK， 有一位朋友在演出之前也点了一首《秋江一别》，那这首歌今天晚上我已经来不及翻了，所以我们就下次再见。那接下来我要为您介绍的这位特别来宾跟我的渊源还特别的深，我们先请他出来唱歌，以后慢慢再聊给你们听。我们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也是当年合作的好伴，也是好搭档，我们的孙普生老师，为您带来《翡翠湾》。翡翠湾呀，翡翠湾，翡翠湾跟花一般，湾里的人情多么暖，湾里的姑娘多么甜。翡翠湾呀，翡翠湾，翡翠湾。
也是同样的在1957年跟孙老师认识，也是因为烙军的活动，孙老师还是军中最年轻最潇洒又帅的一个。他不但手风琴拉得好，那个时候没有用钢琴，对对，手风琴拉得好，歌也唱得好。就因为跟你这样工作了好几次以后，当我走进了歌坛以后，他有到台北，我就有约了他一起进了正声广播公司，对，担任弹钢琴的工作。那我知道他唱得很好，在我录唱片的过程当中，所有的合唱歌曲几乎都是跟孙老师合作的。这么多年来，因为他之前是军人身份的关系，不能够出来登台抛头露面了，所以这一次很多年都没有正式这样登台唱过。今天没带面子很大，把您给请到了。因为这首歌非要你来，这些歌非要你来唱不可哈，因为我们这是原汁原味，所以呢，我一定要把你请出来。也正好你现在退休了，虽然孙老师现在是桃李满天下，但是自己他也想到，这次我请他，他说我要打破我自己的记录，要75岁正式登台。孙老师，那个。接到美代的通知，我考虑了很久，我想自己这么大岁数，何必自己找麻烦要背歌词？我虽然目前还在接触音乐，但是我都是有曲谱放在那个琴上面啊，那个就是到录音室录音也是有曲谱，但是到台上不同，一定要背词。但那个我想现在的朋友们一定晓得，年轻时候背词很轻松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没在讲，就是30-40年前，这首歌流行，我听过2遍，不要看歌谱我就会了。现在啊，这首歌背了10次，马上要唱又忘词了，到底年龄不对了。后来我考虑了半天，我说我要打破一项记录啊，我想在我们国内呢。在国剧方面有所谓老令公啊，所以那个票友也有年岁大的，但是好像在流行音乐方面还没有像我这么老的人站在台上脸皮那么厚该来也不是。哎，孙老师，你这样讲会影响我的前程哦。这个艺术的东西，只要你有这个艺术，绝对是不分年老或者是年少。至于你说脑筋不好，我常常跟我的同学讲，你一定要背歌，要激荡你的脑力，让你的脑筋常常活动，就不容易忘记。对对，对不对？对，好，那接下来有同学点唱的一首我们当年合唱的歌曲，叫《夜夜梦江南》。哦，在唱这个歌之前，我要向朋友们报告一下，因为这个《夜夜梦江南》是抗战的时候那个江南三部曲里面的一首啊。但是在当时我和美代录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时候是1953年的样子，1963年，那个时候这个歌已经录好了，不通过，说这个作者在大陆不能发行。但是后来权宜之计，就由我们台湾的作曲家林礼涵先生把它改编，中间又加了一段那个二部曲重唱啊，然后后面卡掉一个尾巴，所以等一会儿我们唱的时候，朋友不要误会了，说你们唱的跟原曲不一样，这个是因为当时同时中间有一句歌词，现在叫侵略者，当时为了。那两个字不能讲，那两个字用另外两个字，所以现在我们又给它恢复回来，恢复了。所以中间有两个字，你们听了，如果说跟原音不一样，那么请你们不要误会我们唱错，我们是照那个原来作者的那个歌词来唱，你听听看就知道。夜夜梦江南，老师站中间一点。Thank you.
再回头，人在湖泊，马在北岭，这个就是当年我跟孙老师录的《夜夜梦江南》，目前来说也是没有人唱。其实这种二部合唱还有这个二复印的合唱都很美啊，很感谢当时林立涵先生改编的、哦、改编的好、哎、那么我们都知道孙老师呢，他的黄梅调歌曲是最拿手的。我听了好多男生唱黄梅调歌曲，还没有像他唱的那么入味的，所以他唱黄梅调呢是绝对是一等一的好手。所以我今天还是要带来一首当年我们演唱的《江山美人》的电影插曲《戏凤》。那么唱这首歌呢，我们孙老师还有话要说。哦，对，谈起了黄梅调，那个。我记得也是在50年代的时候啊，何美黛为那个有一首歌唱黄梅调的歌，黄梅戏的歌唱戏叫王宝钏，啊，美黛唱王宝钏，我唱那个薛平贵，那个唱了以后，后来香港那个周兰平先生在香港就透过关系希望我到香港去。但是那时候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我没办法啊。不，这个人的机运很难讲。我如果那时候去了，现在不晓得干什么，也许已经都拜拜了，都不一定。好，我们下面也唱这首。哦，对对对，对，忽然忘了，不然的话唱完了，大家会每个人都低头，为什么？低头找牙，大牙笑掉了。为什么？因为中间有一句歌词：“20岁还没定过亲。”人想你还20岁，下辈子吧。所以我先证明一下，为了尊重著作权法，我们不改，还是20岁啊。反正演戏，这是我们孙老师特别要解释的。其实艺术呢，不要分老或年轻。好，现在我们就来回味这首黄梅调歌曲《戏凤》。人生
腿还没缓过气。爷，你来坐下吧。我爱上酒家人，我进了酒家门。我哥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卖酒的风情好，不看一眼。我送你进衙门，大牛。说什么好人情，原来是假真情。人家的手帕给你涂得满天星，满天星叫人疼。皇帝提的是花酒的风，你假戏当成真，欺君罪罪不轻。天命叫龙凤，难道不欺君？我们老农民远近都知你，皇帝都不管，我娶你少费心。这个晚上也算是给我非常的温馨，感谢各位来宾大家的光临，四面八方各行各业的朋友，美代在这儿说声十二万分的谢谢。同时我们也谢谢台师大乐团杨水晶带领的，帮我们伴奏的杨水晶先生，谢谢。另外我还要邀请王慧莲小姐，还有季杰、季露霞小姐。最后，让我用一首歌来代表我的谢意，也是我的感激，也是我的心声。明珠，谢谢。各位朋友，您今天晚上的盛情，真的，我忘不了你。为你带来这首歌，谢谢。OK。我永远难忘。
美代今天欠你一份人情，有机会我会好好报答你们。夜深了，请你慢慢走，祝你们今天晚上天天都做一个甜蜜的梦，身体健康，永远快乐。主任，谢谢你帮我们一起唱，谢谢，来唱欢呼点。亲爱的歌迷，美代小姐在3月29号西门町的红楼，西门红楼还会有一场说唱会，还会有一场说唱会，是3月29号礼拜六晚上8点钟。如果要购买这一场门票的朋友，可以在1楼，一楼红楼有在现场卖票，只有200个座位，只有200个座位。要购买的，可以在1楼的入口处，谢谢。